那时候，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，我把永生赐给他们，他们永远不会丧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群赐给我，我父超越一切，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是一体。